如果大家跟我们一样一起来到波兰旅游，那一定不要错过的地方就是华沙。华沙老城是波兰首都华沙最古老的一块城区，坐落在斯维瓦河东西两岸。这里不仅有华沙王宫，还有齐格蒙特三世的纪念柱，还有美人鱼铜像。白天，大家可以在这里，在路边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，喂喂鸽子，还可以看孩子们围绕美人鱼铜像一起玩水。如果大家喜欢散步，可以沿着老城区的街道探索一下周围的建筑。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没有人的老城区，可以在日落之后留下来，在这边欣赏日落，同时还可以跟当地人一样，骑着电动踏板车，尽情地欣赏老城区的景色。